昔日的战地前线金门，不只有着保卫国家的光荣史，在捐血事业的里程碑中，我们也见证了金门的曾经辉煌和奉献的热情依旧。每年的跨海捐血之旅，靠着地方人士的奔走、意见领袖的支持，以及许许多多的捐血人无私奉献，才能有这样展现离岛爱心的盛举，也为台湾捐血史的一页增添了更多的传奇。